哎，是你的粉丝，知道吗？哎，哎呀，哎，是妹妹，妹妹苹果，好想报名点点宝宝的见面会，早安，你够吗？那两步那么棒，宝宝，扣一下，出发，哇！越来越会讲话，也开始学走路了。赵小乔在 YouTube 频道分享育儿日常，带着女儿点点宝宝逛市场，结果一秒变成粉丝见面会。爸爸，我女儿超想看的。阿姨，哎，是你的粉丝，知道吗？哎，哎呀，阿姨，还是妹妹，妹妹苹果。水煎肉，好嫩哦，好嫩哦，他看到面了啦，这好好吃，看到面就通宵，就什么都不吃。拜拜，拜拜。哦，这样子，我现在来到这一条，全部都是卖海鲜的，给你看鱼好不好？让妈妈看一下。老板娘嘴太甜了啦。哎呦，这是小皮蛋宝宝。嗯。咚咚，啾啾，阿姨，阿姨，哦，哦，哎，这个不行啦，爸爸来，这个坏掉，你三 C 杀手就被你继承了。小雨叔叔学特技的，你最多可以丢几颗球？我最多5颗而已。哎，你要玩，你也要。猫咪在哪里？摸啊，还可以吗？嗯，帮妈妈分担啊，哦，好棒哦，对，好棒。一面就会记录各种超萌点点，赵小乔流量作业的片中公布好消息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。我睡着了。他今天很辛苦，会陪我们吃饭，又去市场跟人家嗨半天。这一两个月吧，都在看设计装潢的 YouTube 频道，看到半夜都在看。我们带有一些想法之后，也想找一个比较适合的设计师，开始来规划这个空间。大家有觉得不错的设计师，可以介绍一下。本来打算是五六岁的时候再帮他找一个更大的房子，因缘际会，我们就提前5年看到了这个空间跟地点都很适合我们的地方，让家人能够有一个更大的空间能够生活。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给我们多多推荐，给我们一些建议，谢谢大家。